did.1987年6月13日，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跳峡的两位勇士郎保洛、雷建生也被黄河激流吞没。国内一时议论纷纷。据报道， 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为绝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肯沃伦对此十分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去漂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当然，沃伦先生永远无法把眼下的漂流从100年前西方列强的炮舰在中国江河里横行的历史联系起来，可中国的青年 忘不了。是近百年来总是被动挨打的历史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心态吗？或者说，是近几十年来的贫困落后造成的吗？或许是这样，但不完全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痛苦， 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在我们的民族情感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自从1840年以来， 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弱和落后。
在近百年的现实痛苦中，好像总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剂聊以自慰。从每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中，似乎都能获得一次安慰。 然而，文明毕竟衰落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呢？ 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那么，这条大河是怎样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样历史的规定了我们文明命运的呢？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东方社会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水有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奇怪。 其实这种看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就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 可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让后人一直争论不休。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戴着那个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 因此，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就很难成为亚细亚的了。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叫的像我传人。哪个中国人不熟悉这支歌呢？你从这歌声里听得出一种深深的叹息吗？叹息又有什么用呢？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经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多少噩梦？难道我们还要用它？ 来凝聚我们今天的悲凉和怀旧之情吗？龙的传人呐，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祖先已经创造了的文明。 黄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们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 一个封闭太久的国家，一个从来认定自己是中央大国的民族，要让它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才能领悟到的。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选择，归根到底，乃是一种历史的命运。
我们今天回首历史，就会发现那曾经主宰过我们祖先的命运，正逼着我们必须如此选择。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面朝黄土，背靠青天，土里刨食。土地是命根子，是传家之宝，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几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这黄土里，于是它就显得很神秘，仿佛包裹着中国人的心魂。因为有上千年的历史作为大的时间坐标，中国人也习惯于把百年兴衰只看作是历史长河的短暂的一瞬间。盛衰的交替犹如冬去春来，多么重大的社会变动和人间灾难也似乎是过眼烟云。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具有深刻的历史感，但同时也都不像中国人那样奉行着一种独特的听天由命的生命哲学。长城就把这个宁静的熟透了的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久而久之它就变得再也不会像秦皇汉武那样去主动出击了。这条11000华里的砖石砌成的明长城，人们为它是地球上唯一能被登月宇航员看到的人类工程而自豪，人们甚至硬要用它来象征中国的强盛。然而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啊，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东南方的太平洋一直是沉默的，一旦太平洋的狂涛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舰和比军舰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啸而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这来自西方的海啸绝不像过去从蒙古高原上洪水般冲决下来的游牧文化，泛滥一阵便很快退得无影无踪。海上来的是一种新文明，古老的华夏农业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于是种族危亡和文明危机同时爆发了。就民族之危亡势必需外扣于国门之外，但是就文明之衰微又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迎接科学和民主的新曙光。这极为矛盾的救亡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近百年来交替书写着中国畸形的历史，真是错综复杂，头绪万分，剪不断理还乱，让中国人付出了无数沉重的代价。古老
老而孱弱的农业文明，逼得我们的祖先只知道用靡费而不中用的长城来保卫自己的果实，逼得他们即使走到海上也不懂得贸易和竞争。这种文明的萎缩，如今已经在萎缩着整个华夏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我们再也不能失去命运赐予的任何一次机会了。今天，我们已经变得聪明多了。如果说中国曾经放弃了历史的选择，那么我们再也不会拒绝选择了。如果说命运并不是宿命，那么我们再也不会听任它的摆布了。我们已经看到黄河东流万里，最终还是流入大海。我们不要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可能连中国人自己都快忘记了，将近500年前，明朝有个叫万虎的人，把自己绑在47只土火箭上，想飞上天去，结果他在一声巨响中被炸得粉碎。应该说，那是同500年后的挑战者一号一样悲壮的。就在10年前，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们去参观著名的英国罗斯罗伊斯公司，英国人告诉他们，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是根据一位中国工程师吴仲华的三源流理论设计出来的。这位吴仲华教授发现的科学原理没能使他的祖国诞生新型飞机，而今反倒要我们通过英国人的成就来学习中国教授的理论。那曾经领先了上千年的中国文明之光，怎么到17世纪以后就暗淡下去了呢？一个如此聪明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和衰老起来呢？我们昨天曾经拥有，今天才发现失去了的，究竟是什么呢？最早点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国人，没能成为最早飞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几百年一贯制，至今还只发挥着驱鬼辟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纸和印刷术这种不可估量的通讯传播手段，传到欧洲仅仅几百年就摧毁了那里的封建堡垒，但在史记浩瀚、藏书成风的中国，1000年也没有能够酿成知识爆炸，到头来还是西方反过来向我们输入了铅印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灵光能够帮助西方创造了世界的新纪元，为什么来自异域的文化和科学之光在中国始终只是若隐若现呢？中国正在思索，青年们正在急问历史。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今虽然终于免除了臭老九的厄运，身价仿佛比过去也高了一些，但经济上的窘迫寒酸和精神上的扭曲压抑仍然伴随着他们。他们英年早逝的噩耗不断传来，沉重的负担正在把最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批批断送掉。更为可怕的是，在这个最尊崇孔夫子牌位的文明古国中，教师的地位
竟沦落到非常卑贱的境地。老的一代已经蜡炬成灰，油灯将尽，新的一代却再也不肯去步他们的后尘。教育危机成为中国最紧迫的危机。一曲《神圣忧思录》使多少中小学教师和知识分子潸然泪下呀。这些可以把闪闪烁烁的灵光变成太阳的人们，身单体薄，面容消瘦，在斗室中构想着人类文明的银河中那些必将属于中国人的新的星座。人类中没有任何一种职业的人比他们更需要自由的空气与无限的空间。如果给他们的精神插上一座黑色十字架，或者压上一段灰色的长城，那么灵光将永远不会变成太阳。但愿历史不要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吧，这是我们今天深深的祝愿。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1978年12月18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着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这个还带着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今天有多少中国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并不仅仅意味着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并不仅仅意味着彩电、冰箱和增加工资，似乎也不仅仅是1000美元的小康水平呢？改革在更多的情况下和更深刻的意义上，乃是一种文明善变的巨大阵痛，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是一个需要我们这一代甚至今后几代人做出牺牲的艰难历程。我们正好站在十字路口，要么让我们的古老文明永远衰落下去，要么促使它获得新生的机制。无论怎样，我们都无法推卸这历史的责任。产业革命催化了国际分工，资本把全世界都搅进机器中去。广大亚非拉处于农业文明中的贫困国家，都成为欧洲工业国的农矿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整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的范围的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绝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因此在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此后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部产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为什么标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如此与中国无缘呢？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憎恶它？今日人口负担成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着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呢？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价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猛增造成的，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在那癫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7000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50000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会相信这种神话。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Minnesota, Ames, Iowa, Goleta, California, Dallas, Texas, Everett, Washington, all the way across the country. Hey, all these kiddos. There we go. Wow. Wow, it's so nice to see the beach.Your tax dollars are putting America into the red. The red of El Salvador. $4 billion in 10 years. Taxes used by the Salvadoran military to murder 6 Jesuit priests. Money used to kill 40,000 innocent civilians. Now Washington wants to reward them with $400 million more. Tell your senator, vote no on aid to El Salvador.Keep America out of the red. I'm Carol Sudler in front of historic Ybor City in Tampa, Florida. I'm a conservative. Why do I watch Deep Dish TV?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liberal stuff on it. Makes my blood boil, makes me feel alive. But being a defender of the First Amendment, I encourage you also to watch Deep Dish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sound thinking that goes on. So if you don't get it, you'll have to call your cable system. Tell them I want Deep Dish, the first uplinked satellite.Public access network programming. Why do people in Davis, California watch Deep Dish television? I don't know. Why do we watch Deep Dish? I don't know. Why? Because it keeps us on top of things. Stay tuned. Four more. Deep Dish TV.Deep Dish.
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却后天下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钩来。今天，十年经济改革终于走到了它最关键，也是最有风险的一步，价格放开。物价问题成为人们忧心忡忡、嗟叹相议的焦点。中国人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几乎到了把每斤猪肉放在秤盘上去都会引起波动的程度。风险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也在于我们是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民族。然而这艰难的一步恰恰是走向商品经济必须经过的一道关口。如果说改革对每一个人不仅意味着获得，同时也要求付出的话，那么中国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的时刻来到了。能不能同政府一道去度过这个难关，也许是考验中华民族是不是真正有勇气改革的一块试金石。倘若我们因此而倒退，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封闭了太久了，他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陌生，而他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来迟了，我们准备的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照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难怪有人要大声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无论是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也无论是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们，都曾经为认识这个神秘的看不见的经济规律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赵子阳终于能够在这里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做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同样是一个中国，当我们狂想起来的时候，总觉得它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甚至沾沾自喜于能替发达国家发射火箭。但是当我们冷静起来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人多地薄，资源短缺，科技落后，教育萎缩，劳动力素质很低。毛泽东当年说的并不错，我们的确是一穷二白。自然这一穷二白绝不是一张可以随便涂抹的白纸，穷是由于白，白又因为穷，我们面临着双重的改革和重建。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他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克斯早已预言着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神话般发迹了200年的西方工业文明，虽然已经显露出种种病态，却还在困境中不断调整和更新。本世纪初以来，从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相继突破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相继开始大规模实行社会改革。美苏裁军、海湾战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断政变、东亚的民主风潮、蔓延在附属的欧洲的恐怖活动、艾滋病的猖獗，这一切把我们这个星球搅得乱麻一团。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人类文明借依托的基础，为什么都如此充满着忧患？这两种忧患之间难道也有某种联系吗？对中国人来说，哪里的洪水也没有黄河发大水可怕。早在《诗经》的时代，中国人就发出这样的叹息：四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国的忧患。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的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噩梦，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历史在古老的墓道里念得那样缓慢沉重，黄河在它那淤满泥沙的河道里躺得也是那样缓慢沉重。洪水还会再来吗？动乱永远过去了吗？我们在问黄河，也在问历史。看他现在这副模样，你还能想象得出他在约古宗烈盆地的那种晶莹澄澈吗？你还能看得出他在九曲河套里那种柔顺、舒展、娴静的一丝风韵吗？清水变成了浊浪，静静的流淌变成了怒不可遏的挣扎，孕育变成了肆虐，母亲变成了暴君。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的。文革动乱离今天虽然已经有11年的岁月洗刷，它的巨疮却仍然留在人们心头。然而善良的人们是否认真地想过，那场动乱的爆发为什么离解放前的社会动乱只隔了短短的十几年呢？这是否意味着古代的那种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还在延续呢？黄河就是这样一条难以琢磨的怪河，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那可怕的泥沙。所谓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在世界江河中是绝无仅有的。把它每年从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来的16亿吨泥沙堆成1米见方的大堤，可以绕赤道27圈。几千年流淌下来，黄河就把一个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贫瘠高原抛在上面，又把一个
洪水肆虐，朝不保夕，在灾难平原仍在下面。他把这两个沉重的包袱留给中国人，只顾自己流到大海里去了。难怪有人形容说，黄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动脉大出血。当 这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面对这条大河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 哺育我们的黄河，必然同时要祸害我们，有一得必有一失。 这就如同人类向大自然索取了什么，大自然就要向人类报复些什么。这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法则，其实也通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之中。那加持着滚滚黄河的千里大堤，不正是我们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绝妙象征吗？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 能把这么大的国家牢牢凝聚了2000多年的呢？在古代中国，小农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盘散沙，具有社会联络功能而又信仰统一的儒家知识分子，把分散的小农有效地组织成社会。 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曾经在中国造就了高度繁荣。这个社会结构的内囊里却悄悄地腐烂着。这种情形非常像那千里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悄悄蛀空一样。儒家组成的官僚队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腐化倾向，权力本身成为一种 腐蚀剂，于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时期，崩溃就在眼前了。然而，旧王朝崩溃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会结构又恢复原样，继续朝着下一个崩溃走去。就像黄河大堤溃决了，人们又修复它，等着下一次溃决。 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社会震荡的噩梦还让人记忆犹新。更不可忽视的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以致局部的腐败现象，仍然在破坏我们的四化大计。这些古老的社会顽症，颇有些像黄河每年带来的泥沙，在一天天淤高下游河道，渐渐积累着危机。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之后，终于也开始尝试政治体制的改革了。今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有人勇敢地第一次举手，投了否决的一票。这是何等不容易！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管这个改革将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和风险，我们都只能朝前走。 走下去，我们的身后曾经洪水泛滥，我们的身后也曾经动乱不已。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也许我们会遭受挫折，但是这不正如那位功败垂成的鲧用他的失败为儿子大禹铺垫了成功吗？让我们这一代 用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再忧患。我晓得。仅仅在20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 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唯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偶尔也引起过他的激动，把他的航船一直迁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的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合唱。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中国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当麦哲伦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共识打架，开始正式闭关。公元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的听到。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中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着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直到80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在继续着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绝的争辩，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2000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飘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现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出了拥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象征，他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他好像是在预言今天。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他们的祖先曾经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却随着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么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妖鼓队的成员，
难道他们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宣泄之中吗？1980年，深圳特区建立，他向全世界宣告，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了大海的边上，把他面对着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1986年，14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在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里，有多少中国人是自觉参与其中的呢？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复无常，政治迫害的极端惨烈，使人们仍然心有余悸，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胜利，中国文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产生逆来顺受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武器的批判。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脊梁可能会弯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然而，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手里，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洒在黄土地上的也是他们。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我们正在从浑浊走向透明，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Yeah.
Deep Dish.